大家好，我是高雄立法委员高雄三建萧金光，信赖台湾杰出选择，加油！这个在这嘛，在场的大家拜托跟感谢哈，我两个拢是诚恳实在，值得信赖啊。我咧讲，我咧建设，讲我咧政治，拢实实在在。所以哈，我爱拜托大家哈，咱真正爱选对的人，走对的路。咱赖清德总统爱动算，咱民进党爱过半。啊，这个人当然是一定爱认真。咱以后做伙替台湾、替高雄、替洪山哥拍拼，如何？安尼好吗？好。许志杰言出必行啊，叫好叫强。我这组代表的国家方向，就是信赖台湾啊。希望国家继续壮大，行入国际，迎向未来。正月十三一定出来投票，总统赖清德一票，立委许志杰一票，好不好？